他多少还是跟你有一点点心结。这是这一百集来我看他头发吹最高的一次。要跟你拼的。对，他针对狮子。好高。说亚洲最会跳舞的人，你一定会讲他的名字。如果说亚洲超级天王，你一定会说他的名字。是，他的名字叫做罗志祥。哇！不断精进武艺的小猪，每张专辑的舞蹈都能创造流行话题。从精武门的椅子舞到爱的主场秀的眼镜舞，每支舞蹈都帅气破表呢。小猪不止舞蹈绝顶，就连穿衣风格也受时下年轻人的喜爱哦。狮王降临，亚洲舞王罗志祥。欢迎，真的是见证历史的一刻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终于来到这里了，我终于来到这里，刚好是迈入100集，100集。然后我们从第一集到99集，通通在敲你来。没有，我觉得你们都敲 Tony Chan 比较多哦。没有。其实这节目开播的时候，我们第一集开会就说，哎，我们一定要好好做，能够邀请。我们第100集的时候，一定要邀请罗志祥来上。就有在筹备，真的，想很久。说实话，我是真的是忠实。每天都有看到，你随便讲几集你看过了，我觉得好几集啊，就是考试很多的制作人有没有给艺人看通告费是多少钱？哦，真的收入，宪哥，那就要问一下了。好，那请问那个经纪人叫大卫的，他的英文名字叫David？ 太难了吧？错了，叫大卫，他只是中文名字，他英文名字叫 Simon。他很适合叫 Simon， 不相信你看一下他那个样子，不是就是 Simon。然后拿名片给人家在上面，哦，大卫嘛，哦不，叫我 Simon。真的，还有你看，真的有看对不对？我真的很常看，他常看，我真的很常看，还有什么？老夫老妻的，然后跳舞啊，测心跳嘛，对不对？对呀，今天他来怎么没有给他心电仪一下？对呀，给他一点福利嘛。这不需要，而且你真的每次看到女生漂亮，都靠得很近。对呀，哎呦，你这就是有爱。而且我觉得这个组织听这样感觉是对的，对的吗？五个人这样刚刚好。对啊，阿达没有没有没有嘛，你要站中间，你要站中间，你要站中间嘛，他算什么东西呀？你要站中间嘛，对呀，亚洲天王，好不好？那多好看啊！那既然来了，有没有给他一点福利？对，什么福利？来，这是抱一下，小翔是惩罚还是福利？好，哎呦，你有皱眉头吗？这本身就非常皱，眉头一皱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今天特别为了你来，还弄了个狮子头，你没看？对呀。哎，他有的时候没有出现哈，是请假，请假，因为跟他男朋友在出外景呢。对，甜蜜的，甜蜜的。对对对。不过恭喜啦，你看这一次新专辑有没有？对对，就厉害。一个造型就要搞了7个钟头啊！我靠近你看的时候，你是每一根眉毛都修得整整齐齐。哇塞，你看得这么细啊？每一根，我也没太近了。他是很 detail 的，对对不对？所以这一张专辑唱片一见面，听说一个礼拜已经10万张的销售，卖得太好了，真的。可是我比较好奇，还是为什么会那个拍 MV， 然后后来要私定终身？对对啊，没有，因为就是工作不是就是我帮你，你之后要回还人情，所以他还愿四面佛，还愿。所以他帮你，你用肉偿。不是，因为我一直很想要跨入电影这一届。你们两个如果交往，一定要让我知道，私底下啦，公开不用讲啦，是吧？可是我最近气得不跟那个徐若瑄讲话。可是为什么呢？两个都是我的好朋友啊，但你们交往，你应该先告诉我啊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以让我看到报纸？好了，对不起啊，对不对？我跟你女儿交往，对不起。对，这时候讲 ，OK， 先跟讲出来，讲出来，好吧？我讲出来了，拍谁了？人家是个天使。好，那好，你想玷污？那我问你，如果你女儿说要跟小猪结婚，哎，这个可以？不是，我问这可以吗？我重新问，如果有一天你回到家，你工作很累，打开女儿房间一打开，你希望看到是小猪的脸还是欧弟的脸？啊，请你回答。请选择，而且背后呢，宪哥，对，我比较想看到谁的脸啊？对对，没问题啊，谁先在就在啦。我你好开放哦，你哦，美狐啊，美狐，已经来不及了，来不及，什么来不及啊？
吧，怎么这样？来不及是吧？无法阻止。肚子饿不饿？我帮你们煮面。开玩笑了，但 OK 的。女儿太漂亮了，好可爱。没啦，什么漂亮吧？我们都会那个，我们都会保护她啦。对，小心啊！我们都会照顾他，真的担心，真的担心。我怎么能恰跪跳有多哥？他真的担心啊！不会啦，不会啦，真的。所以今天你来啊，我们准备了非常多好菜，帮我们看一下。我们要祝你这个专辑上面大卖，好吧？来了，哎呦，是是是，羞腾腾，哎呦，你看，哎，这他上一张我买了200张哎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哇！所以宪哥，你这次你要帮他买几张？一定要，一定要，几张嘛？好好支持的，几张啊？几张嘛？哎，几张两。200张吧，对啊，也都200了，你是宪哥哎，一定要你几张？他这每一根腿，开始讲细节了，200就200，碎了，试试随你买呀，一千就一千呐，陪你一整天，一万就一万呐，小费不用算，一块就一块呀，草纸自己带，碎碎碎碎碎，哎，就忘掉买几张了，对，再问，聊一下为什么要叫狮子吼？对啊，而且我发现里面是很 rap 的，狮吼功，对，有 hip hop 的 rap， 对，自己写自己写的，对对对对。哎，到时候你发片，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写。吼，哎呦，创作出来，可以。那你要帮我写什么？三年后嫁给我。你喜欢什么风格？你狮子吼，那我看，我想想看。天蝎吼，对，猫叫春嘛。他多少还是跟你有一点点心结。这是这100集来，我看他头发吹最高的一次。要跟你拼的，对，他针对狮子好高哦！你不要听他乱讲，破坏我们多年的感情。你看他西装上面都是什么？问号。那个头发里面虚的部分就12公分。等一下，你可以侮辱我，但是你不可以侮辱我头发，里面有放碗弓。啊、居然没想要请我，你居然要请他们？我邀请过你了、啊，你还没这一张，还没有这一张，对对对，一定要邀请。你居然要请他们，不请我，要请我？等你发片才是一个重点，是呀、啊，对不对？那我演唱会你也会来吗？我会去啊，哎，我会去购物。去购物。今天真的最要感谢我们这个小猪能够来到节目里面，看到你的成长，我们大家心里面多开心，对不对？我们还都比较有革命情感，大家彼此看着彼此落魄过的样子，对对不对？有是不是？是我们啊。我们有革命情感，你们有，我也有啊。你怎么，宪哥，你跟你一直都是天王啊！我看着你们在革命，哦，这也算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也都很棒。对，大家在努力的过程里面留下最美好的一个回忆。是是是，希望就不要啪啪照，在家看三立新闻网，隔离就不要啪啪照。想知道疫情最新资讯，就要看三立新闻网，懂了就动作啊！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就是这么简单。SETN 三立新闻网最优质的网络新闻媒体。